是东方皇朝经理佳琪。大家好，我是东方皇朝歌星经理瑶瑶。在东方皇朝茅台之夜即将来临之际，我仅代表我们东方皇朝的老板对一直以来给予我们支持的好朋友问一声好。我们东方皇朝开业三年，坐落于索菲亚路建安大厦四楼，主要以中国歌星演唱为主，并有厢房21间。同时我们也有着优质的服务团队，让你在这里享受尊贵的服务，流连忘返。我们东方皇朝销售的酒类也非常的丰富，有洋酒，有啤酒，当然也有我们中国的国酒茅台，还有中国的剑南春、五粮液、国窖1573、文君酒和杜康酒。在此我们东方皇朝全体员工恭候您的大驾光临。